油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用品，不论是在烹调器具、交通工具、制造设备，都可以看见它的踪迹。因此，能够让消费者安心、放心使用的油品，就成了企业与客户维护产品品质及善尽企业责任的首要选择。成立于1985年，产品外销亚洲、东南亚等地将近10个国家地区，是国内最先引进日本、美国与意大利、韩国各类食品及设备油的专业供应商。在2019台北国际食品加工设备暨生技制药机械展上，展出系列安全又环保的设备用油及清洁剂，期许让民众安心。当初是为了要给台湾的工业润滑油增加一份助力，那希望在工业润滑油上，对台湾的产业会有帮助。从润滑油产业起家，也为台湾工业尽力。在产业成长的过程中，许建登看见了台湾日益严重的食安问题，因此开始投入供应食品等级的器械用油给食品厂及制药厂，让业者在设备的维护使用上可以更加安心。台湾的食安问题很严重，那我们就认为说，对食品厂跟制药厂，他们的食安那么严重，我们是不是要引进比较国际知名公司的有 NSF 认证的产品，这样来帮助来提升台湾的食品厂跟制药厂，提升他们的工作环境跟他们的生产品质。作为一个石油化学及原料供应商，许建登努力去找寻国际间的高品质产品引进台湾，包含来自日本、美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各项油品，在提供台湾各式各样的业者最高品质的用油之余，也保护了台湾消费者的健康。我们的营业项目是橡胶加工油、白油，还有润滑油，各种工业用的润滑油都是我们的营业项目，加上我们最近开始在经营的水晶事业，所以我们的营业范围有包括石油化学跟各种原矿物供应给我们所有的材料工厂。面对如此庞大且繁多的商品种类，有效的仓储管理就显得格外重要。设立在树林的专业仓储空间，让油品可以在适宜的状况下进行保存，也同时确保供应链的稳定与顺畅。我们就是特别引进他们高品质的润滑油，举例来说，像我们 Greece， 它就用在台北的捷运局、台东的捷运局跟高雄的捷运局，他们是指定用油，因为捷运车厢有某一些机件必须要用到他们的油，像蓝宝坚尼在使用的机油，他们超跑的在用的机油，这些都是我们的产品之一。一直以来，许建登一直秉持着品质、专业、服务、环保四大原则的经营理念管理品牌，也让他成功的将产品跨足汽车零件制造厂、知名运动品牌、各大国营企业等，供应的油品甚至成为北中南捷运局的指定用油，满足市场需求，也获得使用者的肯定。我们这一系列的产品都是食品级的产品，食品级的产品的意思就是它会通过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产品要通过它的认证要花很多钱，以外也是非常困难，检查的很严格，这一些都是我们特地引进的，所以有这一些认证，我们的产品都给我们的客户相当的保障。期望着以更多元、更便利的企业精神及以客为尊、永续创新的理念，为国内外所有的客户一起努力，让国际能看到台湾企业在坚持品质上屹立不摇的信念。未来我们公司的发展，我希望能引进更高品质、更环保、更健康的产品，然后供应给我们的业界使用，比如说像抗菌剂啦、抗静电剂啦，还有食品级的各种白油啦、传热油啦，能影响民众的生活，让大家生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这是我的使命。